这个人刀配椰子，这也太危险了吧！当下最犹豫的是用口香糖配椰子，我才不信。那我就用口香糖带给你看，就是我买回来的10包口香糖，今天就要用它们，一油可高。挑战开始，首先大家把所有的口香糖都撕开，然后捏成一个圆锥形，一层又一层。这个圆锥呢，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知道了。小安哥的方法就是让这个圆锥形的口香糖跟椰子来个亲密接触，这样我们就能喝到里面的椰汁啦。这一片口香糖是非常柔软的，但是这么多口香糖合在一起之后就变得非常硬了，捏起来呢有点像在玩粘土，而且呢因为是干的口香糖，所以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捏它，让它固定好。完成了，样子呢有点丑，但我觉得应该很实用。哦，这个声音哪是口香糖能发出来的呀，明明就是铁呀。口香糖以油克刚，准备就绪。第一次打好激动啊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哇，取出来，口香糖完好无损，就是顶端上有一些汁，而椰子底部直接硬生生的出了这么大个洞。咱们继续来，口香糖依然没有任何损伤，那换个侧面试试，直接插在上面，好壮观啊，还是砸不到里面。既然侧面没用呢，那咱们还继续砸底部吧。哇塞，好像砸开了，好大个洞啊！哇，真的砸了一个超大的洞，桌上呢都是椰子汁，来给你们倒一下看看。真的是太甘甜，太好喝了！所以咱们今天10包口香糖开椰子成功了。姐，你打开了吗？哇，你是开椰子小能手，做到做到。那我的椰汁呢？那个我喝光了。不过椰汁还在，你可以拿去煲汤了。